兄弟们，咱们一个一个来整啊！先来整那个路轨，先来整那个路轨。两百，看能不能直接付出点。那个需要65片，应该不会太贵啊，应该不会太贵的这个。这个应该不会太贵，应该是凑满肯定能出这个东西，因为不能出的话，他肯定不会出这个。我刚才这些东西是不是没领出来？我靠，完了，兄弟们！对，刚才这些东西我没有领出来。哎，我刚才是不是跳过好几轮奖励，兄弟们？完了呀，兄弟们！我是不是给跳过了，兄弟们？没有领啊！我刚才应该停一下，兄弟们。啊，完了，又卡停了，完了！哎呀，哥哥耶，怎么回事啊，哥哥？今天亏了呀，我三轮奖励是不是没有领取？这里边落了个绘土班秒嘛，绘土班等出来之后肯定秒。我好像少领了几个东西啊，兄弟，好像啊，一楼是小学生，这得刷礼物，幺八八礼物。那、啊、这个怎么是小学生？大哥，这是我们区的礼物，这是礼物，兄弟，是我们区的，不要刷礼物了，不要刷礼物了，不要刷礼物。这是我们区的，不要刷礼物，不要刷礼物。看直播，看直播。感谢大哥，感谢大哥，别刷了，别刷了，别刷了啊！4000金币就够了，不是啊，兄弟们，我，哎，我那个啥啊，兄弟，这个是用来换金币的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是说，他说我这个，我刚才好几个东西没有领，你看这个东西，体力什么的我都没有领，我吐了呀，兄弟们，我吐了呀，哥，兄弟们，老哥这么猛的吗？不是啊，兄弟们，我没有领取啊，关键是，你看这东西得自己领，不领的话是没有的。对吧，兄弟？这个就有点尴尬了，还真的没给我丢。刚才没有自动给领取，我刚才领了100几亿，这点东西自动领，不用你领。这真的假的，哥们儿？你别骗我啊！我可记住刚才那个我的体力的啊，我来测试一下啊。我看你说的对不对？他们不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，而是希望对方让着自己。看一下，兄弟们。女人的好男人就得忍得了气，低得了头。我有孤独和烈酒，是否愿意跟我走？是否愿意跟我走？刚才跳了一轮了，哎，好像是真的，好像是真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像是真的，什么？最后换来的回忆，让我在这里哭泣。一个人我在买醉，一个人我在买醉，一个人我在买醉，买醉。啊，自动领先，自动领啊，不领没了，自动了，自动先领了领，还是给了给了。刚才看领了给啊，自动领就行了。我以为没有领呢，气坏我了啊！别刷礼物了，兄弟，都别刷礼物了。感谢大哥刷的礼物啊！我哪儿去，大哥？我在这给你磕头了，哥哥啊！我直接给你磕头啊，哥哥。啊，这样子抽的话就很方便了。啊，一共只能抽10轮，兄弟，一共只能抽10轮了，是不是又满了？10轮的话能给很多东西了，兄弟。花金币的话呢，有这个20000金币吧，应该是两万金币还是10000金币，忘了。然后这里可以兑换一个路轨，兑换路轨。兑换完路轨这个充值之后啊，兑换完这个充值之后，剩下的东西咱们来兑换这个铜币或者培养值什么的。兑换这个铜币或者培养值，声望值就不需要。150，我能换150，100就是15万，十个100万，100个就是1000万。115乘以十，150乘以100，1000万，我就能换1000多万金币，这么烂。这么烂！我让你唱，我让你搭档。你有病吗？对，我有病，神经病。有点差呀，兄弟，差就换个2000万金币。有点 loser。连今天我的生日你都忘了。我的这个声望还是够用，兄弟，我就不再换声望了，兄弟。这个我的声望是足够用了，我就不再换声望，都换成铜币了，兄弟。因为我这里有啥算钱，个人比较缺铜币啊，换了6000万的铜币，这样子很少。500体力啊，兄弟们，太爽了，兄弟们啊！来把它整一下啊！这个活动就算完了，这个活动行，那这个活动先留到这里。